都有了哦，来谢谢。来这边点海菜。来海菜，海菜，海菜。我海菜我不知道哦。海菜我多少片？我来讲，我第一届哦。好，第二姐姐是咪点几块？啊，这下我来讲一下哦。这个物件，我拄啊发过一届，竟然讲句。姐姐说要少少的。我顶礼拜伫咧新营，泡一个一届两箱。我本来惊啥呐？抢的啊！这外口一块啊，一块外口偌济？一块五十块。老实甲讲，一块五十块。两块五哩，三块五哩，来四块五哩，来五块哩。新批钱的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一包。一百了，一百块。再一个两个。一百号海菜啊，配合海菜。一块五哩，两块五哩，三块五哩，来四块五哩，来五块哩，一百了，一百块。哎，三个，搁差三个哦。来一块来，两块来，三块来，四块。收啊收啊，搁一收嘞。好，再一个。我这是百号，这是人客点我来炸，我就无爱炸这個。炸这也袂趁钱啊，一百块一百块一百块。来澎湖海菜，我啥物食？一百块一块。好，加两个。两块三块来，四块五块。两个煮两汤煮布拉鱼汤就好，我啥物食？一百块。好，加两个。我这有包这个啊。好，我刚看球的。来，我啥物食？一百块一百块。来，我加多一个啊。澎湖海菜啊，澎湖海菜，我啥物食？一百块一百块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今仔日恁厝上有啊，人拢伫阮遮，人拢伫阮遮，做你说笑话。来，我先要请一百块，来四块给你，来五块给你，一百块。他是海菜的吗？我好一块给我的好啊，你又干阿种，恁免洗啊。恁他两，得就拍开落个了啊。哎呀，煮只两汤，煮只布拉鱼汤的啊，老伙仔加食寡，骨骨头生骨髓的，我先要请一百块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我好一块五十块啊，两块给你啊，三块给你啦，来四块啦。花鱼啊，高啊，小就四块一百，来，这个五块二啊，五块二一百块啊。好，再来一个。一块二啊，两块二啊，三块二啊，四块二啊。来，再放。这本是咧小送的啊，一百块。来，一块两块啦，来三块啊，四块啊，五块，一百块，上尾一个无啊，一百块。上尾一个啥物事啊？莲子花咧，看卖啊。都也卖无半个，这一届卖两箱啊。啊，上尾一个啥物事啊？一百块无啊。啊，一百啊。五块哦，我啥物事啊？一百块大猪的，大，我啥物事啊？海菜一百块。上尾一个啥物事？一百块。最后一个一百块好不好？好。准备五块海菜，我先要加一百块，一百块先。来，谢谢来。来，七块。我这边点虾子。虾块，虾子先要加。我填虾来。虾子来，我来讲，菜头你有赢啊没？什么件？要七块来啊？没七块来？我讲七块啊没？我讲啊你。我七块叫人阿姐讲几块，你创哪位啊？阿姐阿妹啊？阿姐阿妹啊？没事没事。大尾无大尾，家己看啦。我讲安尼看，你可能看无。我睇到你面前看，放我的手上，你就看有大尾。即话好像无三二三五三八咧放啊，这种办到的啦。海白红卡红白鲤鱼，即摊还要五斤，四个客人免三百，两百了，两百八。好，姐。四个客人俩，四个客人俩，两百。再一个，两个。四个客人俩。好，姐。上尾一个两百。上尾一个什么叫虾仁两百，海白虾两百块。好，再三个啊。没有了，太老包。好，来，还鸡块无啊？鸡块只啊。阿姐啊，歹势，鸡块真正剩只个无啊！我带去卖十几包的，真正个啊！普丰鸡块，我哈煮一包就无三百，破胖个啊！这破胖个歹食，麻烦你无加加鸡块好吃啊！一包我哈煮好三百，两百要开六百，先提钱个哦，五百免，两百了，两百块，两百好鸡块。鸡块两百，两百好。加起来，加一包哩啊，两包哩，上尾一个无啊，两百好鸡块，鸡块加完数啊哦。我知道。然后下摆只个两百好鸡块，我下摆只鸡块两百好两百，剩只四包拢无啊哦，拢无啊哦。四个客人，妈妈，四个客人，不要画第二盖啊！一百六，一百块，一百块。一百啊！鸡块我先不接，一百块，一百。好姐，一百块，上尾两个一百块。好两个。上尾姐一百块，上尾姐鸡块无啊？没有。其他鸡块完售啊。卖完的，他卖很快。不好意思。全家。全家就是。快点，快点。你无讲。等下啊，等太久。你无讲，我啷个袂记？黑林，黑林。然后这边要点虾仁。虾仁，虾仁要对种的，要现捞就要现捞，要大只细只，你问哪紧啊？来天虾在上点的，三百，妈妈你听好哦，我坐到你面前，你看着啊，大只要买过啊，要买过啊哦，你无看到，你头发切切咧礼拜哦，这是我大，伊是野生的，伊是食海藻大的，他是吃海藻长大的。海藻。我看着，你看伊头乌的，哎，唔是歹，还是食海藻大的，伊食那个大，我伊头切切。那你干咩海藻的？我靠，青妈妈，我靠，我爱青鸡，你用青牛的，你用青牛的哦。来，要吃两个三百。来，谁要吃甜虾的？女神牌甜虾，先要吃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加几箱？加一箱。这客啊，我讲一箱，等于你拢要阿煮，你阿特别能吃。
看电视啦，看电视啦，网播啦，食只食只虾仔当个点心啦。二四六七个人客，来八人客，我会知啊。刚安尼花三百，你买无啊？你真买无啊？哎，十块你啊，今仔食到一胎啊。当伊播放嘛，这足甜啊，啥叫天车？天车就是甜啊，名副其实的天车。来，啥物只？三百就三百块，三百块。三百啥物只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来了，来啥物只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八人客来啥物只？三百块，三百块。三百什么价？三百好，三百块。三百，来什么价？三百块。来，加三百。安南果菜市场。三百。四号跟五号中间的走道，四跟五中间的走道。三百就这吗？多少嘞？收少哟。来，二四六七人客，这台卖袂过哩。大概在中间的位置。这台卖袂过哩，这台卖袂过哩。我会知哦，加这台啦。你若买三百，你补来买也无安尼啦，这台无分就得过哩。全部都是这人客。全部都是这人客，来吃一个，六个人客，好一个，六个人客尔，来啊，规只安尼啦，来两个，很真欢喜啦，好一个，欢喜啦，又缩到变五个，很真欢喜啦，五个人客尔，五个人客尔，五个人，规台满满哦，天车，五人客尔，三百多，好，吃好一个，上尾两个什么只系三百块三百块，上尾两个什么只系三百块三百块天车，上尾两个什么只系三百块三百块。然后这边甜虾三百的，三百块三百块三百，三百，他要吃甜虾的吗？三百块三百块，动物啊，动物啊，来谢谢来，收起来，来偷偷鱼，好来虾好啊，来虾分落，虾好来分落，来谢谢，然后要啥？妈妈我比较简单的啊，咱们讲菜鱼啊，但你另外烧盐，再另外烧盐哦，再正的哦，好，够水的，中锅，规地中锅。规个中国四寨来，妈妈，你今日要白带注意听啊，无头无尾，妈妈无头无尾，拢中国尔。那你今日要白带鱼注意听啊，正常白带你花拢爱花三百，来我招一个人客，我招两个人客，来我招三个人客，来要只白带鱼的，正白带，来要只人客三百变两百，了两百块，什么只两百块？来白带什么只两百块两百块，白带鱼什么只两百块两百块？加四袋每两百，慢慢一个中国人，我了你也免考虑我啦。来，二四六七个人客，来我招八人客。来，什么价？两百，两百块注意听啊。目前这几个海鲜大师有多少？来，这种得够哩。来，这种得够哩。来，这种得够哩。一样再六袋，白带鱼，全部拢中国，大家细细素盐要煎落啊，一样再六袋。我呢，一样八袋，真欢喜，大家素盐打煎落啊。这个素盐打顶落啊，一人八袋，一个人买二个五块，你也买着，你包下买往真斤的，真正有够俗的啊！一人八袋，你若称斤的啊，才有才超过三百，两百了，等下，再过哩，再过哩，再过哩，好姐，来再过哩，好姐两位，一人才十袋，好三个，一人才十袋啊，一个人十块，十袋啊，白带鱼，我靠，白无够分啊，这个六袋，这无够分了啦，无爱再搁分落。这个来，我给你收钱的。来，来，把钱给我。上个好吃。来，我给你收钱的。这出料出头头。来，比亚，我比亚上把钱给我。来。啊，客工吧。啊，这下较无人，其实我爱讲较无人，我拢看着简单嘞。哦，要煎要煮拢会晒物件，好吃的物件，搁无饲的物件。阿妹，恁到时候囡仔，你要煮早顿饭，吃这些物件，你该买，一定要买。我足久无买啊，真正非常之久。你有咧看我的直播，知影我几个月无卖啊，还我一两个月无卖啊，这无赫钱啊，这讲阿减起价，来一人一袋，我哈赚到一袋五六块，两袋叫做海鲜花枝牌啊，这有虾仔，有飞机的，来一人三袋，一人四袋，一人五袋，一人六袋，来什么价？两百到两百块，加几袋？二四六六袋哦，来一人七袋，一人八袋，来一人九袋，一人十袋，
先提钱的免200，先提钱五人去领100了。哎，100块，哎，先一个啊，先排100，来先排100，来三个啊，好，一个，两地来三地来四地来五地来六地来七地，好两个啊，来九地来十地，100了100块100块，还先花400，一地两地，三地来四地来五地来六地，来七地来八地来九地来十地，100了。海鲜花枝牌一袋、两袋、三袋、四袋，我很久没有带了。七袋、八袋，来九袋拄好啊！一三袋、两袋，啊，来一袋、两袋，啊哪，要啥物件？有啊，要花，你甲我讲我就卖啊，你甲我讲我就卖啊。来，我啥物只？100块，一百。再再聊我。来，黄鱼啊，我点菜无？有点菜的吗？啊，没了。啊，黑鳞沙。黑鳞沙膏，对啊。沙膏新，沙膏新，沙膏咱咧久啊。我爱叫白的，用清点嘛，用冰冻清冻啊，无冻清冻啊。来四个客了尔，不要三角啊，这边台啊，等下煮汤落啊。四个客了尔，200块200块。啊，姜一尾，姜两尾。三角啊，这有七八只块，我老火老滴啊。来，什么价？200的，200块200块。三角什么价？200块200块。给你们便宜。你那是叫我骗钱哦，妹妹，恁注意听哦。好，一个。三家这个物件，你话我问看卖啊，称量的啊，要称量的。这帮个称斤啊，称斤你惊死啊！真正啊，称斤你惊死啊！讲称量的啊，来，什么只个200，这加放两尾俩，人赔钱啊！来，将三尾，将三尾，一个人3只，来一个人4只，来一个人4只，来一个人5只，这都会免抬啊！你在做煮汤头啊，煮汤头好食，将5只，来将6只，一个人6只，来一个人7只。来一个人8只，来一个人9只，一，这贵啊，这有减吗？